Hello， 这个芬芳今年出了一个新口味，这个荔枝的味道，白瓶的，经典的葡萄和草莓，然后还有去年出的这个黄桃味儿。今天咱们尝一下荔枝味儿。没有手指甲。已经闻到味道了，还有果肉呢，看得见的果肉，能看到吧？里边白色的是椰果，弹弹的。特别好喝，我平时比较喜欢喝荔枝味的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葡萄和荔枝味，然后草莓、黄桃都挺好喝的，但是我最爱的就是这个葡萄还有荔枝。嗯，